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大家好，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一个甩手的锻炼动作，它非常的简单、安全，而且呢，可操作性是很强的，比较适合高血压的人群来练习。下面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甩手的动作，站着练习，双腿分开与肩膀同宽，站在平整的地面上就可以了。之后我们抬起自己的双臂，向身前抬平，掌心朝下，然后甩到身体的后方，能甩多高甩多高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那么甩到第五次的时候，咱们配合着身体微微的下蹲，膝盖微微的弯曲一下，就是每五次我们下蹲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就这样前后甩臂啊，然后每五下轻轻的下蹲一次。在甩手的时候呢，我们用力的时候啊，是我们抬手臂的时候用力比较大一点，可以用到你自己七分的力，在回手的时候用三分力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在回手的时候呢，更多的是依靠身体的惯性，把手臂甩到后方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你还要去摒弃自己的一些私心杂念，一些胡思乱想，一些念头啊，让自己尽量的能够心平气和下来，去感受一下在甩手当中自己双手双臂以及身体的一些感受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学习抬肩提踵甩手功，打通你的长寿关。这个甩手呢，我们是左右两条手臂交替甩手。首先抬起右手，掌心朝前，把右手臂伸直，举过头顶，尽量的往后甩，同时左手在下方往身后甩，然后放下右手，抬起左手，左右两条手臂交替，非常自然的一上一下。但是每次甩手都要注意用力的把手甩到你最大的幅度。接下来我们加上脚上的动作，每一次甩手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提一下自己的脚后跟，踵就是脚后跟的意思。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随着我们的甩手，当我们把手臂抬起的时候，咱们把脚后跟提起来；手臂落下的时候，把脚后跟放下。接着另一只手抬起的时候，再次提起脚后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先把动作放慢一点，熟练了之后再慢慢的去加快节奏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最近一直在练习的一个甩手动作。我已经练习了有半个月了，现在是感觉自己全身的经络都非常通透，气血很足，而且每天身上都非常有力气，精神很好。这个动作呢，不同于以往我们学习过的平甩功，这是一个出自于易筋经的动作，叫做倒拽九牛尾。下面呢，大家一边看我的演示，一边跟着我做，你甩上几下就能够感觉到它的好处了。练习倒拽九牛尾甩手功，首先呢，我们需要知道倒拽九牛尾这个拽是怎么做的。如果我们的身体前面有一头牛，我们想要拉它的尾巴，大家会怎么做呢？肯定是双手拽着牛尾巴往自己身体的方向拉。但是倒拽就是说这头牛在我们的身后，那我们就需要转过身来从后往前拽，这样才叫做倒拽。那大家呢，拽到前面的时候会有一个翻转掌心的动作，从后往前拽，在身后的时候是掌心朝上的，然后翻转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甩手的基本的手部动作了。那么倒拽的是一头牛，这头牛非常的重，何况它是九头牛，所以呢，大家在待会儿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力度的去拽，这样才能把九头牛给拉回来。下面我们来学习它整体的动作要领。首先站立，右脚在前，左腿在后，
左脚蹬地，右腿成弓步，身体的重心稍稍的往前移，让自己保持平稳。然后我们左右手开始甩手，后面的这只手呢是掌心朝上，有一个往前拽的动作，拽到你的身前的时候翻转掌心，把你的手掌呢尽量的向外侧转过去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，那你向前甩的时候一定要用力，因为我们是拽了九头牛。两只手同时呼吸的时候自然呼吸就好，你还可以配合着自己的动作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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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甩手一定要有力。那么我们在甩手的时候，通过这样一个翻转掌心的动作，把我们的整个的小指上的经络，就是我们的心经、还有小肠经以及无名指上的经络，全都甩通了，会增强对这三条经络的刺激。来，我们换另一侧。这个甩手功呢，就不同于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平甩功。平甩功是柔和的，这个甩手功大家一定要用力。甩上几下，你会发觉不只是你的小指、无名指啊，咱们的手臂内侧一直到自己的腋下这个位置，都有一些酸酸胀胀的感觉。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心经循行的位置，所以这个动作对于疏通心经的气血，增强心脏功能作用是非常好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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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换另一侧。怎么样，这个动作你学会了吗？今天呢，李老师来教大家一个非常特殊的掐指甩手功，专门加强气的循环。甩手功本身就是一个增强气血循环非常好的动作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甩手功再结合掐指动作，让身体的气的运行能够更加的增强。那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甩手的动作。甩手我们用的是平甩的方法，平甩功呢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那这里呢我们再来一起学习一下。首先站立，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，然后抬起双臂，让你的掌心朝向地面，手臂抬到与肩膀齐平的位置，之后利用惯性让你的手臂落下来，并且甩到身后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两点要注意。第一，我们在抬手臂的时候不要抬得过高，不要超过肩膀的位置，抬到与肩膀齐平就可以了。第二，落下来的时候不要往下，让你的手腕和手肘往下甩，不要这样甩，咱们就把你整条手臂的力量卸掉，利用肩关节为轴，让它用重力往下落，非常自然的往下落。然后呢，你身体的惯性会带动手臂，让它摆动到你的身后。这个力度是前七后三，就是说我们在身前抬手的时候用七分力，落下的时候只用三分力就可以了。如果你非常用力的用手肘往下甩，这样呢过不了几次，你的手臂就会感觉疼痛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动作要领，肩膀为轴，手臂更像是一个钟摆一样，利用惯性往下甩。接下来配合腿上的动作，我们数到五、十、十五、二十，就是五的倍数的时候，让我们的膝关节轻轻的弹动两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大家看到了啊，我的手往后甩的时候弹了一下，回来的时候又弹了一下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
我做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，那么大家自己练习的时候幅度非常轻，像装了一个小小弹簧一样，轻微的弹动两下。甩手的动作学会了，接下来咱们来配合掐指的动作。掐指分别是用你的拇指去掐你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还有你的小指。大家来从食指开始，大拇指的指尖用力掐住食指的第一节指腹，掐好之后另外三根手指伸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同样甩到第五次的时候，五，膝盖下蹲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甩十次之后换中指，拇指掐住中指的第一节指腹，前后甩手，另外三根手指啊尽量的伸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换无名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换小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每一个动作做十次，这样就是一个循环。然后呢，你可以重复开始，用大拇指掐住食指，重复开始这样做。每天甩手呢，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也不用甩的时间过长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甩手最常用的五个动作，能够帮我们通经络、护关节，气血好了，身体更强壮。甩手动作准备：站立，全身放松，肩、肘、手腕、双手都放松，两条手臂自然下垂在身体的两侧。你的胳膊呢，就好像是挂在肩膀上一样，手臂不要用力，这一点很关键啊。找到自己最放松最舒展的一个状态，然后调整呼吸，用鼻子吸气，吸气时鼓肚子，呼气的时候肚子瘪下去，好，深呼吸九次，下面呢我们用肩膀来带动手臂，利用弹性和惯性来让手臂前后摆动，大家先试一试，看看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，就是呢你的手臂不用力，随着肩膀的动作来甩动，这是决定你的甩手功能不能发挥作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。好，这个动作学会之后，我们来练习五个不同的甩手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叫做前后平甩，首先掌心向下，用肩关节带动手臂前后平行甩动，手臂就好像在荡秋千一样，向前甩向后甩都甩到最大的幅度，两个膝盖呢和身体可以互相配合着，非常自然的上下弹动，连续甩手三分钟。抬手的时候肩膀用力，落下的时候呢就把你的手臂放松，让它自然的下落就可以，手臂会随着身体的惯性自然的摆动到身后，不需要你非常用力。第二个动作，左右大甩，掌心朝下，肩膀带动手臂一前一后交替甩手，也是尽力的甩到最大的幅度啊，两个膝盖可以放松，跟着身体的节奏轻微的自然弹动，来增强身体的惯性，两条手臂在身前交叉，可以一前一后互相交替一下，我们一次甩手是左手在上，下一次呢就换右手在上，这样前后交替。第三个动作，双手合甩，我们甩肩膀带动手臂从身体的两侧提起到与肩膀齐平，掌心向后，然后双臂自然的落下，手臂上扬在身体的前面交叉，你双腿的膝盖呢也可以随着你手臂的甩动啊形成节奏，微微的弹动来配合着自己的身体，连续甩手三到五分钟。看一下侧面的动作，甩手的时候呢身体可以微微的前倾，
第四个动作，扩胸甩，手臂提起，举到和肩膀齐平，然后呢，在胸前交叉，再甩回到与肩膀齐平的位置。此时呢，双腿不动，你的手心向下，双臂交叉的时候呢，双手尽量去触碰到两侧的肩膀。每次胳膊在胸前交叉的时候，上下可以互相交替啊，换位置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们在手臂打开的时候，一定要尽量的向后打开，做一个扩胸的动作。第五个动作，望月甩。首先呢，右脚向前一步，双手手臂尽量的上扬，甩过头顶，你的头呢，举头望向你指尖上方，你的前上方的天空，好像在举头望月亮一样，所以这个动作叫做望月甩。然后呢，手臂甩下来，甩到身体的另外一边，你的脚随之转动一下重心，我们的头呢，看向你另外一侧的上方天空的月亮，反复的甩手啊。我们在向前甩的时候，后面这只脚脚跟要抬起来点地，然后转身。向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变成了右脚脚掌着地，左脚的脚跟抬起来，这样能够更好的随着身体的移动来调节重心，让你站得更稳，不会出现甩手的过程中不太稳的动作。这个甩手在运动的同时呢，我们也能让你的颈椎随着你的身体上下上下来回的运动，同时能够锻炼到颈椎。做两分钟之后，我们来换另一边，把右脚向前迈出一步，好，同样的望月甩手，同样的动作来做上两分钟。五个动作，每一个动作都是三分钟，做一遍为一个循环，每天呢可以早晚各做一次，连续七天为一个周期。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需要来安排，比如说呢，你身体状况比较好，五个动作可以一气呵成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但是如果呢做不完，觉得非常累，自己可以选择其中的几个动作来组合练习，循序渐进的来逐渐的提高身体的机能。以肩膀为轴，胳膊呢自然的甩动，一方面可以避免我们的肘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疼痛，另一方面随着你的甩动，手臂上的经络慢慢的被甩通，可以养护心肺，让排便更通畅，调节内分泌，还能够缓解疲劳和我们郁闷的心情。甩手呢还能够增强血液循环，让气血通畅，那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好。好了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